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们这边有高手吗？打野还是个补位的，我是李哥。好，我的故事嘛，一讲起来有多少年。我们没碰到树哥。啊，无闻之地如此可爱。这死哥就六级了，就连我自己也是六级。是是是。这瞎子好菜呀、啊！这什么操作，兄弟？扩张吧！符咒或是诅咒，又有什么？操！他非要赔那个破逼睁眼，妈30块，傻逼！我让你痛不欲生。我们的战场很别致。这不有资源，赶紧拿资源打资源盘啊！这个可怕的家伙正在来的路上。你这样不赚喽、哦？漫天飞雨。快走了，对面 TP 了。那一打二嘛，兄弟。手别碰符文，目标。
那绿文玩得好上头。标记一下，别动，哪怕一次也好。我想这波这个，哇，这瞎子，我都觉得他能抢到龙了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，我都觉得他把龙给抢到了已经。哇，这波要是抢到龙，妈的直接立大功啊，瞎子！得出个帽子，这永恩才，这永恩还没有两件套，我的三件套了，我的三件半了，他为什么才还没有两件套啊？什么情况？他们的意志根本承受不了。瑞文给点力求你了。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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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可以杀，可以杀，杀杀杀杀杀！我们开大龙没有必要啊，没必要，别打，操！如果你想活，我当然在乎这些玩意，所以不用说。又简便，我的旅行向来如此。哎，傻逼！哎呦妈！刚中路开什么？能不能看下人啊？他妈人在蓝 buff 啊！信号都点烂了，这点不动了。
等等。冰心没用啊，他们都出了大青雨了，有用吗？好像出一个可以的，我们不缺伤害啊。真他妈放病啊！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你们扩张吧。漫天飞雨，我的哥哥，你们这样我很慌啊。怕什么？又过来团了，不能拖了。不要过去听到有什么用。哎呀，孤魂在召唤。不能拖，我们远古龙直接落了。我他妈还以为我他妈还以为输了，妈的吓死我了！我操，我刚才以为输了，这有人按了四五个，我差点死了，我差点就驾崩了，我靠！35000了，说错了。